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峰三期学。这一讲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坐标转换。这一讲的坐标转换呢，我们是依附在上一讲的基础之上。上一讲我们讲了一个游戏的玄关，就是游戏的关卡的布置，就是从第一关到14关，然后还有一个返回的键。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来讲一个这个选中某一关来进入到真正的游戏的场景，这是我们这一讲要讲的主要内容。这一讲虽然说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是讲的是游戏的选中某一关进入到下一个场景，其实我们主要是讲的是坐标转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我们要完成的主要的目标。这一讲呢是在上一讲上，然后有14关，一关、二关一直到14关，这14关当中。第一关和第二关是已经解锁的了，第一关和第二关我们是可以玩的，那后面呢是没有解锁。那么这讲我们要做的一个目标是，我们点中第一关或第二关，点中这些关，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游戏的场景。当这里边点选关，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呢，我们用的不是菜单，不是之前讲的菜单，而是我们用的触摸。所以说这一讲我们就以这个选中某一关为基础来讲这个坐标系统怎么样来点击某一个按钮来接收这个按钮，然后呢来触发一些事件。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返回的键，就点这个返回键可以返回到上一个场景去。那这是我们这一讲要讲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分为这么4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我们来讲 OpenGL 它的坐标系统或我们常常用的 UIView 的坐标系统，它们之间一个对比和比较。第二个呢，我们来讲一个 Coxsackie 里面两种触摸的第一种，就是里面的一个标准触摸，就是 CC Touches，这边有个 S 啊，Touch S 这个触摸系统，还有讲一个 CC Touch，就是单独一个一个的触摸的一个系统。这是 Coxsackie 在UIView 的触摸系统当中封装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触摸系统。最后一个呢，是一个小的一个问题了，来讲讲两个矩形之间我们怎么判断两个矩形之间的一个相交。当然这个呢，在我们一些游戏当中有一些这个敌人或比如说敌人和子弹之间相交的话，会有一些相交的碰撞检测当中有一部分呢会用到，因为有一部分是完全矩阵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用两个矩阵的相交来判断这两个对象是否碰撞。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讲的这次讲课的主要的4个方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iPhone 里面 iOS View，它的坐标系统。我们还是以这个游戏的场景为界面，那么我们画了出这两个轴，一个是 X，一个是 Y。注意这里边往上是 X，往我们的右手边这是 Y。可能说大家觉得对这个不习惯，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 iPhone 的手机，然后倒过来，然后转一个九十度，转一个九十度就是我们正常做 UI 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个坐标系统。我们正常做 UI 开发，应该说坐标原点在左上角，然后呢往下为 Y 为正，往右边 X 为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 iPhone 里面的全省的坐标系统，它就是这个样子的，X 往上为正，Y 往右为正，这是它的系统。我们来看一下 OpenGL 的坐标系统。这个 OpenGL 里面呢，这个坐标系统选用了数学的坐标系统，也就是我们这个高等数学当中那个笛卡尔坐标系统，这也是一个数学当中常用的一个坐标系统。因为在 OpenGL 当中会进行很多这种矩阵的计算，或者一些做一些数学上的处理，所以说它用数学坐标系统来表达整个这个坐标，应该说是最方便的。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做 iPhone 还是在做别的系统，其实凡是涉及到这种 2D、3D 的变换的时候，其实都是用的是数学的标准的数学坐标系统。这个呢和我们的做 UI 界面的坐标系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看这个笛卡尔系统，这 X 是向右为正，然后 Y 呢向上为正。那以后呢，我们设置它的坐标的时候，其实我们前面设置它的坐标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坐标系统来设，只不过我们当时没有注意。这次呢，我们就要来去讲它里面的一些关系了。那么这里面呢，有这3个坐标系统，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这3个坐标系统应该说和我们的 UIView 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们的游戏里面的3个坐标系统。第一个就是视觉坐标，
这个世界坐标呢，其实是基于这个屏幕的原点，就是这个原点为坐标系统，它整个这个屏幕上的一个坐标系统，这个称为世界坐标系统，它是基于零零的一个笛卡尔坐标系统，就是说在屏幕的左下角这是一个原点，然后向右为 x 往右为增加，y 往上为增加，x 和 y 都是大于零的，这个是一个世界坐标系统。除了这个世界坐标系统，之外呢，还有两个坐标系统，第一个呢就是。对象窗口里面的坐标系统，但这个说起来比较生僻一点，其实，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个 layer 或者是一个图层的坐标系统，其实它也是基于原点的一个坐标系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layer，这个 layer 呢，当然我们这个上面这个 layer 就是这个 CC layer 了，它其实和这个世界坐标系统是叠加的。当然，有可能说有人会问这个，这个 layer 或这个窗口啊，这个世界坐标系统在什么时候不叠加？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那个愤怒的小鸟里面，比如说我们看真正的愤怒的小鸟，它里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的屏幕进行放大、进行缩小。那么如果我们放大了，它的世界坐标系统不会变，但是它里面的 layer 的坐标系统是会变的。像这个，它就是图层的坐标系统，或者称为这个场景的坐标系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窗体或者一个坐标系统，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基于窗体里面的这个锚点的坐标系统，因为这上面呢这是一个笛卡尔坐标系统，x 和 y 都是为零的，然后那个窗基于锚点的坐标系统呢，应该说是基于锚点，比如说取损0.5、0.5的话，那么它有一半为 x，一半为正，有一半为负，这样的话是一个锚点的坐标系统。但像这个呢，应该说这么多理论知识，其实，我们如果做一般的应用来说，我们用到的其实就是世界坐标系统和这个一个图层的坐标系统，或者 CC layer 的一个坐标系统。当然，如果我们要对这个整个这个坐标进行缩放的话，整个这个屏幕进行缩放的话，会用到，也会用到下面的这三个当中都会用到。那么今天我们会用到两个坐标系统。那这是这个，当然除了这个坐标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UIView 的坐标系统，这个我们在后面马上就会说到。那我们这儿来说一下这个 UIView 和 OpenGL 之间的坐标系统。注意，我们这儿没有区分 OpenGL 和 CocosRD，因为其实 CocosRD 里面用的坐标系统其实就是 OpenGL 的坐标系统。那么这两个坐标系统之间转换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自己去写转换的公式也是可以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当中的一个矩阵变换嘛。就是这个，我们当然这个，如果数学好的话，其实很容易把转换过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没有自己转换，我们用CC Director 里面的导演类里面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转换，比如说这个把 UIView 的坐标转成 OpenGL 的坐标，或者把 OpenGL 的坐标转成 UIView 的坐标。但这边稍微要提一下，这个 OpenGL 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画图的一个标准。当然，在 iPhone 里面用的是 OpenGL ES 这样一个套件。其实，除了 Windows 之外，在所有的其他的系统上啊，基本上大多数都用 OpenGL 的去做一些 2D 或 3D 的一些画图。因为在 Windows 上，一般都用 DirectX，就是 Microsoft 的这一套画图的套件。但是在非 Windows 平台用 OpenGL 非常多，在我们的 iPhone 上呢，用的是 OpenGL ES，就是一个嵌入式版本的 OpenGL。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讲一些 OpenGL 里面的一些知识，里边我们比如说后面这个小鸟的这个弹弓的拉伸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用 OpenGL 里面的画点画线来实现一个拉放的过程，手。这个线随着我手拉动，这样去可以做一些反弹效果，这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事情。那么这里边有一个 convert to GL，其实就是把 UIView 里面坐标转成 OpenGL 的坐标。那么下一个呢，还有一个 convert to UI，就是把 OpenGL 的坐标转成这个UIView 的坐标。注意，这儿转换过来的坐标呢，其实是世界坐标。如果我们要转成我们相应的这个。如果我们要转成相应的这个我们这个图层的坐标的话，我们需要再重新再转一下。那么这儿有四个函数，当然这儿有六个函数啊，但是我们常常用的就是前面的四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是把我们的世界坐标转成我们的对象的坐标，就是我们一个 load 的坐标。因为所有的对象在屏幕上，所有的对象都是基于 load 的，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世界坐标或者屏幕的一个坐标转成一个这个 load 的坐标。其实这个世界坐标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从 UI View 转过来坐标，就是一个世界坐标。当然，可能说有人会问啊，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 Coco3D 当中，他拿到的坐标到底是一开始拿的坐标是什么？其实，在这里边呢，这一点呢，它比较特殊，就是在 Coco3D 当中拿到的坐标，它最先拿到的坐标没有给我们做任何转换，拿到的坐标其实就是 iPhone 里面的一个 UI View 的坐标，其实就是在 EAGL View，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做游戏里面，游戏始终在一个 View 当中来回的切换，在这个 EAGL View 上的坐标。也意思就是我们第一讲里面的一个 OpenGL View，它在它上面坐标去拿这个坐标来进行转换。当然，其实我们在这个 View 上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手势跟踪。比如说，我们这个 UI View 当中，我们做一个两个手的一个放大、缩小或者一个平移，都是可以在这个 View 上去做。所以这个 View 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 View。虽然它只有一个，但是呢，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我们在 UI View 里面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想把另外一个 View 把它提到这个 View 上也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比分的信息，比分里面有一个 UI Table View，UI Table View 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酷的反弹效果。如果我们用 Coco3D 里面去做的话，可能说不是特别好做，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UI View 把它提上来，也是可以去做的啊。那么这里边有把一个世界坐标转成一个这个一个。load 的坐标，那下面呢也是把一个世界坐标转成 load 坐标，只不过这个转成这个 load 的坐标呢，它是基于锚点的一个坐标。那下面还有两个方法，其实就是把一个 load 的坐标转成一个世界坐标，其实是一个相反的过程。这四个其实是两个相反的过程。那下面这个函数呢是一个方便的函数，这个函数其实是上面这两个函数的一个封装。如果我们去看它的代码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它是把一个 touch。一个触摸，把转成一个 load 的坐标，load 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一个任何一个精灵呢，或者是一个 layer 上的一个坐标。它这里边其实就做了两步，第一步把 UI 的坐标转成世界坐标，然后把世界坐标转成一个我们当前一个对象的坐标。那前面呢就讲了这个坐标系，那我们下面来看这里边有几个触摸。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标准的这几个触摸。这几个触摸，它是在我们的标准 UI View 里面 touch 这一套上面封装了一层。它里面的名叫 CC touch begin、CC touch move、CC touch end 或 CC touch cancel 的。这四个函数呢，和我们 UI View 里面四个函数含义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手放上、手移动或手拿开或者手被电话给打扰。那么这四个函数，就是这四个函数使用起来和我们，之前的使用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比较方便的就是在这上面去使用。但这边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确认这四个函数是不能用的。就是一开始在这个 layer 上，这个函数是不能用的。我们只有把当前的 layer 把它的触摸功能给打开才能用。但我们后面来看怎么去打开这个触摸功能啊。那下面这个呢，就是这个 target touch。Delegate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上面这个方法的一个封装，也是就是说，这个方法呢是在这个触摸在上面，就是说我们首先系统抓到这个触摸，然后呢再把这个触摸分解，这个 touch 把它分解成很多很多的一个一个触摸点，然后把这个触摸点再分下去，这个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单个单个的触摸，那这是这样一个。对象这些当然都是一些代理了，就是我们比如说通过要注册一个代理的话，通过 add target delegate 这样去注册一个，把当前的对象作为一个注册的对象，那我们再写上这四个函数当中的之一，比如说第一个函数必须得写，后面的话也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来写哪一个函数。那这是触摸，那我们下面呢要介绍 CSload 当中额外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这个方法叫做 bounding，这个 bounding box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取得当前这个精灵，或者是这个 CC load 所在的这个屏幕的这个 frame，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city rect 就是一个矩形的区域。当这个 building box 呢，它是不是原始的这个大小，而是经过这个缩放旋转的。比如说这个精灵原来是很大，然后它缩小，这个返回缩小后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精灵一开始是一个横向的，我给它转成一个纵向的，那是返回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就返回了这个旋转或这个缩放过后的一个大小。那这是 set load 当中一个方法，我们今天会用到的一个。那下面这三个呢，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会用到一个，但是我们这里边把里面常用的也列出来了。这里面是判断某一个点是否落在这个矩形区域之内，比如这是判断一个点是否在这个矩形区域之内。那下面呢是判断这两个矩形是否相交，就这两个是不是相交。当然这个是会用的是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两个碰撞检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这两个矩形是否相交。这下面呢，这个呢是判断一个矩形是否包含在另一个矩形之内，其实和这上面类似，只不过上面是一个点，一个是一个矩形而已。那么这是这三个方法。应该说，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 PPT 上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下面呢，在上面的上次的代码基础上，我们来加上一些触摸的功能。那上次的代码呢，就在这里。这里我们把这个代码运行一下，看一下。那我们点开始，然后呢，在上次就做到这个界面，在这个界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点的时候没反应，然后点返回也没反应。那我们下次呢，不是我下次啊，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在点这个的时候进到下一关，点这个的时候返回上一次。我们首先来看点这个返回键怎么返回上一次。但在这里边，我们要让这个当前这个剧场能接收这个事件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在这个 self 这里面呢，这个 IIT 里面我们来做个事情。IIT 里面，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事情，比如在这儿做一个 self set is touchable yes，这意思就是说把 self 的触摸开关打开，一句话说就是让 self 可以接收事件，让 self 可以接收触摸事件，这就是我们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在下面呢，然后呢，为了后面我们来判断这个返回键呢，我们给返回键跟这个设置一个 tag，设置比如设置100，这个 tag 设置100，这个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为了区分。那么这是这个，那么为了可以返回上一个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写一个这个上一个界面呢就是这个应该是 start level，那 start scene 这个剧场就是上一个剧场，我们返回去，那这是先写到这里，然后再来。我们在下面最下面来写一个这个方法，cc touches and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两套啊，一套是 touch，一套 touches，我们用 touches。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触摸结束的时候，在这儿来，然后我们在这儿来做，就是这是触摸结束时候。那么这里边这两个参数呢，这个 touches 呢？就是触摸点的集合的意思就是它里边没有重复的了。那这是一个事件，往下来。首先，我们拿到当前触摸点，就是我们第一步拿到 UI 触摸点。那么这样的 CG point 这是一个点，比如 location 等于拿到这个点的时候，首先我们来拿到这个东西。UIView，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方法和我们的 UI 里面讲的其实差不多。UIView 里面，我们比如说讲这个首次跟踪，讲触摸的时候也会讲到这方面的。比如说这个 Touch View 等于这个，首先我们拿到这个 UI Touch One Touch 等于这个 Touches 里面的 NN Object。注意啊，这个 touches 里面呢，它就是有多少个手指头，然后这儿取的一个手指头就是一个触摸，然后里面用一个 one touch 里面的这个 view
取得当前触摸的一个 view 对吧，然后拿到这个，然后拿到这个过后，拿到这个 view 上了一个点，就是 one touch location in view， 就是在这个上面的一个上面一个点。其实这个 touch view 呢，其实这里这个 touch view 啊，这里的 touch view 其实就是 GL view， 就是我们之前的 OpenGL 的 view，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系统就一个，因为触摸的时候肯定在这上面触摸了，所以说这是这一个 view。拿这个 view 过后，我们转成这个 GL point， 我们转成这个第二步，转成 world 的一个 point， 世界坐标的一个 GL point， GL open GL 的一个 view， GL 的 view， 那么 GL 这个 world GL view point 等于，那么我们这儿转一下 CC director， 那 share director 里面，比如 convert to GL， 把这个 location 的话转一下，这就是把 UI 的坐标转化成 world 世界坐标，把这个 UI 的转成世界坐标。当然这个转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为了严谨，我们还是把转成这个 node point， 那么这里边node point 呢，转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来转 self convert to node space 里面用这个 world 就转一下，就是把世界坐标转化为这个 load 坐标。其实这个 load 坐标主要是 self 的坐标，其实这里边是个 self 和世界坐标是重合的，所以说这边转就这句话都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然后有了这个过后呢，我们来判断当前这个点，就是这个点是否落在这个区域内。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来判断当前这个点，这个 load 这个 point 是否落在这个区域内，这个小的返回的这个按钮的区域内，我们来判断这个事情。那我们来判断的时候就这样判断，首先我们在这个做一个循环 for int i 等于0， i 呢小于 self 点7.7.2准里面的这个 length count， 然后呢 i 加加，那么这个 self 7.2准 count 呢，就是其实是这个 self 上所有的遗存孩子，这个 self 上呢，就当前这个屏幕上，因为在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精灵呢，比如说这个有至少有14个精灵，再加上这个返回键就有15个精灵，那么这是这个，当然还有这个背景呢，就是大概16个精灵，那么这儿这个循环呢大概有16次，我们在这儿来做，然后 cc spirit，然后这个 one spirit 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self 点 object at index 取一个精灵，在这儿是取得屏幕上第 i 个精灵取的东西来判断。比如说我们来判断，就这样来判断，如果这个精灵 one spirit 如果这个精灵，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点或这个精灵从这个精灵当中包含了这个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跳到上一个剧场去，就是我们这儿如果这个 cg rect 然后 content point，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指的是这个 one spirit 里面的这个 bounding box， 第二个呢是这个 load point， 如果它包含了这个点，并且这个 load， 并且这个 one spirit 这个 tag 呢等于100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 load point 包含在这个 one spirit中，并且
tag 为100。tag 为100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就是这个了。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返回到上一个剧场，上一个剧场呢是这样的 ,CCC, 这个 C 等于呢这个上一个剧场 start C, 然后这个 C, 对吧，然后呢给一个动画，照样给那个上次返回来一个动画 ,CC, transition,transition, C。等于 CC。Split room。IT with 这个我们比如说是 1.0 秒，然后呢 ,1.0 秒，然后剧场呢转到这个 trans, 这个 C。然后这是上一个这个剧场，然后呢用这个 CC Director, Here Director, Replace, C, 然后用这个 Trans, 然后这个 Trans, Release 掉。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它转到上一个剧场，就是启动了一个上一个剧场，然后呢我们把它转成一个动画，然后用这个 CC Director 让它转到上一个剧场去。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判断的话上一个剧场就这样做，跑一下。来看，开始，就这样，我点返回去，哎，可以返回到上一个，这样，对吧？开始，返回。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触摸就完了。那我们下一个点这个这项，然后呢，进入到下一个剧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这儿判断完了过后，这是一个判断，我们这儿来 else if CG rect。Content point 也是和上面一样，然后呢 ，one spirit， 然后这个 bounding box， 那么也是用这个 load point， 如果包含了它，并且，然后这个 one spirit 呢 ，tag， 如果小于 success level 加一，并且这个 one spirit tag 呢，如果大于零，其实大于零就是就这样写就可以了。那这就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包含了它，第二个是 tag 小于它，因为 tag 小于它的目的是为了小于它呢，是因为我们要让这个就是说点中只有点中这个可以玩的关我们才进去，如果说不能玩的关的话是不能进去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关的第三关就不能进去。那在这儿我们 nslog 一下，选中了 D。多少关呢？我们来看一下，就应该就是 one spirit 里面的 one spirit 里面的 tag 就是多少关。那这就是选中了多少关，我们来跑一下。点这个，然后点这个这项，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log 出来。这边应该是大于零，大于零，这儿写错了，应该大于零才对。跑一下，看一下，比如说这儿选中了这一关，第二关，选这个就没什么反应，可以看到，选这一关，这一关，第一关，第二关，这样的话，选这个就回去，选这个，开始选这个就选到第一关、二关。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游戏的选关，就这样去做。我们这儿有一个触摸，然后呢，把转成，首先把它拿到这个当前的世界的 UI 的坐标，然后转成世界坐标，然后转成这个 load 的坐标，然后来循环去做，循环这样去判断。那边用了一个 CG rect content point， 一个包含函数去算里面的有没有在这里边去包含到这个点上去，然后呢。如果包含了就返回到上一层，就这样去做。然后在下面比如选到了某一关就这样去做。那这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来把下一关加上，下一关呢比如说叫做game sim， 叫做这个 game sim，
下一关 game sense 照样，我们把这一关呢，我们给改成 mm，这是我们下次要做的。那 game sense，然后这写成 cc layer，然后写上这个 cox 2d。然后呢，照样在我们这个地方写上一个加号 id sense，对吧？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写成那个加号 id，这个写法都是固定的了。这个 cc sense。cc 等于这个 ccsync alloc，然后 iit with，然后 autolist，然后呢写上这个 gamesync，然后 gs 等于这个 gamesync alloc，然后 iit，然后这个 ac 呢 addTrue 的把这个 gs 加上，然后把这个 gs 呢 release 掉，然后返回去 ac，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就拿到一个初始化的函数，我们到这个 levels 里面来呢，把上面这个加上，这个 gamesync 加上 gamesync，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游戏的场景的这个剧场加上，然后到后面呢，选择了某一关过后呢，我们拿到这个cc sync sc 等于这个gamesync 里面的这个 sync，然后呢用这个GC director，shared director 里面的 replace，然后用这个 ac，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运行下一关了。当点下一关的时候，进到这里边去，这是我们要做的。点开始，然后到这里边，不要点返回去，到上一层，点开始。然后这里边呢，比如说选这一关进来了，当然这一关里面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做这关的内容，这就是这个。然后这里面呢，这是今天我们做的。我们今天做的话，主要是在围绕这个 cc touch 这个函数去做。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主要内容。今天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的这四个方面，就是这两个坐标之间的转换，然后呢有一个触摸。就怎么样在触摸当中去激活这个触摸转一下坐标转换，然后呢再做一下怎么包含起来一个动画切换到下一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